好，你是？我是細咪，我是敬業啦。那我們搞什麼呢？不是，我要介紹一下我們是什麼人先。我是男人。Yeah. 我是女人啊，我今天喉嚨不舒服，所以把聲是這樣的啦。哎，其實我們是一起夾 band 的，咁咧就叫有一隊 band 叫 Harley Lock Get Out， 相信大家都未聽過嘅。我幾驚你幾自大咁，我相信大家都好認識我哋嘅咁樣講噶。係，咁我哋係咪音樂？我哋係咪搞音樂節目咧？唔係。咁我哋搞咩節目咧？我哋搞節目，我哋專係搞教會嘅節目。係，咁啊，其實教會節目一路都咁就冇乜人搞嘅，但係咁你要聽耶穌嗰啲嘢翻教會聽咪得咯？咁做咩開麥聽咧？因為我哋想講教會唔中意講或者敏感或者覺得係禁忌嘅嘢咯。哦，嗱，即係咁。嗱，有個講法係咁講嘅，就係話咧，即係可唔可以有個 quotation？ 可以，但係啲觀眾聽唔到，唔係你唔嗰啲唔係觀眾係聽眾，係聽眾聽唔到。嗱就係咁，有講法係聖經講嘅，咁咧就教會咧係基督嘅辛苦啊嘛，係咪啊？咁即係我哋呢個節目即係點先？咁你即係掂嗰個女仔啊？而家你就去，我去鹹濕佢。哦，但係我唔係 exactly 真係同佢發生行為咯。嚇，咁即係點？即抽佢水，鹹濕完就算咯，即係滿足咗嗰個需要就算咯。即係你抽教會水，抽水係啦，抽水抽水節目嚟嘅呢個係。OK， 其實我哋節目名有冇講下？其實個節目名陣間先講，因為咧講我都冇用，因為今集我哋唔係做我哋節目名講嗰樣嘢，我哋亂吹一陣先。喂，講多少少個節目嘅 idea 先啦。其實我哋本來咧就諗住做個，哎呀，即係可唔可以做啲嘢咧？係平時又係講信仰，但係講得有趣啲咧咁樣。咁啊諗下就諗到頭先嗰個比喻，就係、是、啊，不如咁啦，試下咧用呢個比喻去理解我哋。嗱，你用呢個比喻去理解就得噶啦。教会是一个女仔嚟嘅，我哋而家就骚扰呢个女仔，啊，掂佢一啲好敏感嘅地方。你翻到教会咧，嗰、那个女仔咧系好端庄嘅，但你嚟到呢度咧，教会呢个女仔咧系好狂野嘅，咁好 open mind 嘅，系好 open mind 嘅，系完全同你系贵族。嗱，你咁讲唔啱啊！唔系我啲智慧唔嗱，我作为一个女仔，我唔能够容许你咁讲咁样冇女性嘅，咁你应该点讲？唔系好似贵，系好似贵中密友咁咯。OK 啦 ，OK。喂，咁啊，喂，讲开。教会是女仔的话呢，那我不如问一下你，如果教会是女仔，那恩福堂是什么女仔呢？恩福堂有钱啦，栋嘢又靓啦，又多人翻啦，又有停车场啦，又呢又路，总之有钱啦，那应该是有钱女咯。哦，如果你咁讲女，如果你咁讲啊，唔系有钱女咁简单，又有成栋大厦，又有车又有楼，佢系即系公如心嗰只嚟噶咯。公如心系咯，咁佢隔篱咪有件陈振聪咯。系咯，但系佢喺边咧？陈振聪，陈振聪就系隔篱嗰啲工厂大厦，系、哎、我唔知，系谋住佢栋大厦。啊、哎，我唔知啦，嗱，即系谋住啲家产，即系如果你含如果嗰只，唔系即系如果你用个咁样嘅角度去理解。恩福堂咁佢一定係公如心啦，又有富婆，啊、即係唔係普通女仔，係啦係啦，富婆有錢女人。好，如果係咁，咁問多間嗱呢間咧，可能少啲人識，但我都係要開佢名嘅，都係播、都係播到位。廣福堂，廣福堂，廣福堂有咩特色？廣福堂係多高官翻，我記得係，同埋都有啲明星嘅，明星噶，例如咧。唔知唔知咁你好似 Sammy 啊，好似嗱，我而家仲冇翻嘅 Sammy 去咗 tour 啊，应该冇 tour 啊，系啊，佢个样佢影佢灵喺嗰度翻咯，即系总之佢系会有啦 ，OK。嗱唔系嗱，呢啲系未验证嘅 source 嚟嘅，不过如果 Sammy 你有机会听到，你澄清下。系啦，咁佢系咩咧？嗱，广福堂，广福堂即系佢服侍咁多有钱人啦，服侍咁多高官啦，同埋听讲佢都好亲政府嘅，嗯。咁即系点咧？即系地产霸权，即系 DNG。唔系，如果佢嗰个间教会靠近大陆就 DNG 啫。佢又要歧视港人，又要靠近大陆，咁啊 DNG 啫。即系呢一种我知名门，名门系咪啊？名门，但系唔系淑女，即系嗰啲上流嘅教会。上流教会，上流教会啊、okay ！名门，名门。好嗱，咁啊，讲即系出开波场嘅，系啦，出开波场搞嗰啲嘢嘅。好嗱，再讲多间。咁咧就呢間啊，真係可能冇乜人識嘅。有冇聽過基督教恩典橋教會？恩典橋教會真係我翻嗰間咯。好，你講下恩典橋教會咩？唔係嚟，你講少少俾啲聽眾聽。恩典橋咩教會咧？恩典橋教會就係咩人都翻得嘅，即係上至係草根人士啦，下至有精神可能有啲問題噶啦，有啲
外來的非洲人翻，總之咩人都翻得，你係一個人就翻得噶啦。唔係喎，咁你普通教會都係咩人都，即係你原則上，原則上，但我教會真係做到呢件事嘛。咁啊係，我去過一次，真係有黑人，真係外國人，真係咩人都有嘅。係啦，咁係咩咧？習慣炒河。咩嚟？我講緊女仔啊！女仔係濫交。哇！咁上帝咁濫交，恩典就係咁濫噶啦。嗱，恩典太美麗。係 OK。什麼可取代？得啦，明啦。哦，即係原來咁。好，另外開多個俾你估。好，咁中士兄弟又係咩？中士兄弟係教會嚟嘅咩？基督的身體 ，OK， 明白。基督的身體嘛，即係兩個男人結合成為一體，因為我哋而家一男一女咁都係噶。佢係神學 Flora， 神學善嘉怡，因為佢唱歌嘅。唔係，會唔會係神學蘇如紅咧？神學蘇如紅或者是但啦，仲有邊個係女係唱歌噶？對唔住，暫時諗唔起，唔識喎。一係善嘉怡，一係蘇如紅啦。咁但系唔襯，我覺得唔襯。係咯，咁樣講講唔通。因為佢兩個人嚟噶嘛，變成一個人。即係佢兩個男，你又叫佢一個女仔。不過諗起有另外兩個男，不如叫佢哋做神學張崇基、張崇德啊。即係唔得，我唔食煙咯。即係中士兄弟變咗張士兄弟。但係佢兩個食煙嘅喎。OK， 咁不如講啲出界啲啦。出界。頭先我講緊啲都係香港有頭有面啦，有啲有頭有面啦，有啲冇頭冇面啦。咁石安教會咩教會咧？石安教會啊！哇 ！dead air 即刻真係諗唔到喎、啊。石安教會咧，如果佢係一個女仔嘅話咧，咁佢都係應該係用咗啲精神藥物嗰一種啦。咁即係揈頭妹，係嗱，揈頭妹講嘅，揈頭妹細咪講嘅，頭我冇講係咪啊？我唔知道，我問你個 question 嚟㗎。唔係，或者佢哋係咁，或者佢哋係啲神學戇交。唔係，佢哋會唔會啲好中意幻想，有好多幻想嘅 妹？我知道動漫cosplay， 動漫 cosplay 妹妹。可能是那種中意看動漫，中意幻想世界末日，中意好古靈精怪，總之沒將來，真是那些叫什麼援交少女。好，另外還有一間教會一定要介紹你認識的，有沒有聽過使徒行傳教會？哇，使徒行傳教會是不是真的有這間教會的？聖經裡面有，聖經裡面有，不是聖經有使徒行傳，有個經卷是這樣，是，但是這間教會是什麼？但是我現在說了香港的使徒行傳教會，什麼來的？這些應該有些聽眾認識了。咁咧就做埋廣告喎，留翻啲廣告費啦。頭先嗰啲我都要問佢追翻廣告費啊，係咪盛讚佢哋啊？盛讚，除咗恩典橋之外，又濫交，恩典橋妓女，唔係，哎呀 ，sorry， 講錯咗，我哋死啊你，濫交。嗱，咪住，自由行宣教會咧就高浩正牽頭啦嚇，嗯，即係雖然唔係佢牧師，係高浩正弟兄牽頭啦，咁有啲先知啦嚇，咁我唔出屎。我唔知啦。嗱，咁如果使徒行傳教會係一個女仔噶，咁佢係咩女仔啊？佢係神學恩星。點解咧？因為嗰啲明星全部都係，即係翻開嗰間教會啲明星基督徒，全部都係唔上唔落半紅不黑嘅，大部分都係咯，我諗。哦，咁即係佢入邊。所以 Sammy 唔翻嗰間教會。咁所以佢 Sammy 翻廣。即係唔係佢入邊多恩星啫？係啊，多恩星咯。咁仲唔係神學恩星？都可以咁講。咁咪黐黐呆呆坐埋一台啊嘛，即係大家互相支持鼓勵咁，都係基督嘅身體啊。啊，都係。